啊，我还有注意啊。来，拜拜。开服机长。来。那个冬卷用用来就用来，伊讲这就是红条啦，这大只哩。这做好条，做硬条啦。你讲好奇，你讲嘛好奇啊？你好啊，你只一只大只，你妈咪见过啊？你讲咸咸，冬卷这一只话说，你惊我买哦？一千啊！多谢冬枣。你也见着有水。我不怪你不敢阿公。我是没听到你啊。你等我好，我去阿公。哎，你今天比较早过来。今天比较晚。比较晚哦。嗯。又来了一只。又来了一只，那只是鲨鱼哦。海雷啊。海雷啊。你啊，你来讲袂听哦，你就从安尼地方，你看哦。啊，系啊，从安尼啊等。你好大，你对阮，对阮囝会交代你。我若讲袂听，我就咧。你知影，阮是老师啊，会呢，你戆戆哩。系啊。四位啊？啊？上。四位，唔系恁头家讲四百五百。四百四百五百。五百啦。啊，这四弟来听。基地不是先地，我老话，你两个年纪老话，应该老话。海雷啊，就是选择这款，我逐摆拢买生意，变唔变？我切片唔变，看见海雷啊。我那海雷啊，饲的哪有当我这大只啊？哦，我大只这你啊，向往就饲海雷啊，这大只嘛有。好好好。这饲向往的这甚至半鱼底也有在饲啊。小姐，你不给谁好吧？那一条一百。嗯。一条一百啊。不是啊。不要我啦，两条两百五啦，我唔要。两条两百五。一个五啊，怎么会？一个五啊。五啊。啊。啊，五啊嘞。不是吧？不是吧呀。五啊，后礼拜再买啊，我们进度并未落来，并未摆雪姨的呢。五啊，你上礼拜呀？哎呀。几贵啊？不贵。你去钓鱼哪卖？不贵啊！哦，还是两一点，我这是干，迄落会干嘞。真的，这靠谱。不是啊，这个高。好好好，来，这个小姐来。哦，你阿公我钓钓，我感觉较靠谱。哦，过来，伊伊趁趁钱，趁钱那一块钱，我来赚下我就要进来做啦。啊，两万钓啊？哎，两万卖偌济？哈，两万。八号了啦。我在看啊，嘿嘿，这个送海雷啊，海雷。
KOT 的。KOT 的，这 KO 的啦 ，KO 的 ，KO 我做 KO 的啦。这 KO 是哪个啊？有啊，都啊 KO 引导企业啊。我是 KO 人哦。哎呀，老板刚刚杀的。哦 ，KO 不要怎么卖？五百多来卖啊。有啊。这个怎么卖？这个卖来可能我不会接。3500。你讲个冰的，你讲冰的。这边你杀这个。啊，现在你个卖哟。呀，你讲你无怪我，就讲你接，啊，我来送你，接着你就变安尼啊。你逐礼拜一只，啊，伊安那，阮听着来，阮才稳定五千，稳定。啊，若无我可能发四千来，就挂。都。叫新弟来，我就做惊啊。叫新弟来，我就烦恼啊。你袂换恁女也无啦，快好你一个挂掉啦，挂掉啦。双皮没有，正常，那个，双皮。对，有正洗有。下礼拜好不好？下礼拜帮你带。哎呦，哎，真没鱼啊，这里。五锅鱼。哦，你买我这回五锅鱼啊。有啊。我都完全没有，没有，就是我刚吃完，三百一碗，你都没有，我都没有货。你叫星期安姐来陪我，来不到台。啊？你叫星期安姐来陪我，来不到台。好，你明天再来吧，明天再发货。五百一，五包鱼安那卖啊？五包鱼哦，你叫八两，五包。礼拜天啊，礼拜天在新竹。不是也有啊？礼拜天在乌日的。啊，明天乌日啊。礼拜天乌日的。礼拜奥利奥啊，去奥利奥买了吧。那个东京市场啊，东京市场有，东京市场有。这大雅路那边。是吗？东京市场。哎，对。对。那里有吗？哎。对，那个。因为我去台南，三个礼拜都没有。这个是海雷啊，这是海丽鱼。那边里面有，靠近哪里？我不知道了，就东京市场。东京市场那么大，有一层就是海雷啊。那东京那个两包三百，东京市场有三条街啊。六米街啊，东京市场是六米街啊。六米街啊。对呀。最近民间那里有哈？有啦，有。东京市场没有拜鬼，拜三。我拜三，我今天拜六啊。庙宇就是都有啊，我哪不知道？我在什么地方？是中心路那边挂的。东京市场是不是大雅那个东？对啊，对。他用大往哪里进去？从大雅路那边转进去。转进去。然后第一条巷子左转就到了。你说先右转，然后第一条巷子左转就到了，因为第一条巷子就六米街了。你还敢用六米街？人家应该知道吗？知道啊。六米街。哎，还没啊，姐，你最近那里有生鱼片没？对。就生鱼片买出来啊。弄大的。用这个叫。他那一包，他这个。这样多，还有三米。对呀，两个两个是吧？对，六百五。六百五。六百五。
大家早，大家早，嘉龙早，默默早。礼拜四青龙巷还有吗？青龙巷那个已经一年没有了哎、欸。青龙巷是西屯呐、啊。靠呀！要自己自己跟着干哦。青龙巷是西屯，它已经一年没有了，去年的事了。到去年的十一月就结束了，所以已经一年没有了。中原早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叫做门椅，叫做小西米，那是小西米哦。出水。啊，这样子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可以。
西屯路三段没有啊，那个那边已经没有了，那边很久就没有了。今天的大雨不少，对啊，还有红条、燕条跟红条。一清早这边还有两只燕条跟红条，稍微介绍一下。那个红条跟燕条，然后大白鲳，然后这边有三只昂竹桂，这边有三只的昂竹桂。然后今天有小石斑，小石斑，中石斑，大石斑，大石斑，然后高级石斑。这种叫做十家，叫做十班的全家餐啊。什么叫全家餐的一餐哈？十班十班十班整家人呐、啊。抄家灭族的。抄家灭族的那种。说猪九福啊，猪九福啊。叫做把石斑抄家灭族，规家伙啊拢拖来无。我是很无帮你无。你肯德基嘛有全家餐的不？麦当劳嘛有全家餐的不？对啊。这嘛有全家餐啊。就可以了。OK。抄家灭族的，居民的、啊。哎呀，笑。穿一片，穿一片，穿一片。两块的。今天好像，我想一下。今天会热，今天热。豆花炸。大户比大雨比较难卖，没关系啊。因为大雨比较少人卖，
一塔。家里蹲啊。爱塔啦，无听你遮好听，我爱塔。家里蹲啊。你后摆哦，坐办公桌啊，可以啊。坐办公桌啊，无关系啊。哈哈。这坐坐啊，唔坐，我走出来，我靠，爬出来，又坏了。好、哦，谢谢。对啊，你今个休困啊？车祸你莫爱吹种嘢，种车不搞得，搞得像小龙呢。对啊。拜。叫都拜。搞得像小龙拜三公啊，拜二啊，拜二啊，拜二搞得像。他有做笔录对不？系啊。也不帅，也出发出发也不帅，你跳也出发不帅。你外面讲，还在你前面外面做记录，还有，你是不搞笑就潜水啊？你不搞笑，你讲。干嘛叫？干嘛叫？哎呀！是吧？你再来拍一下，再来个波。这么二啊，这么二。你两个快，我差你一点就好了啊。啊？叫你干啥？我你自己来炒的，炒的。一点就一点，两炒饭，两炒饭，两炒饭。不然我个笨仔也好啊。大家少，嗯。你到山能不离我？真的。啊，无包质量个。我这件无质量。今天无质量。你讲买咧靠，你卖，我介个我提我十三个。成功叫我甲买迄个，雪鱼到遐买迄个，伊讲开伊较俗，我也知。头都尔，头都尔，计买无啊？再头像伊啊？头都比啊，佫比买佫俗咧啊？啊。头都又佫俗，讲起头都啦。你今天早上你要十班对不对？你确定你今天有没有十班？因为十班很多。八六啊，兄，八六啊。因为十班很多种。你讲你就是差不多啦。阿姨讲那边很棒。哎呀，阿姨讲我不用五百呢。今天的十班有，我们先慢慢看啊、喔，有这两只。好屌，跟硬屌。可以啊，这两只很不便宜，然后有小石斑，它现在算哪里啊？它上底还是它上底抓下面，所以也会超出。孙子的石斑，小孙子的石斑，还有爸爸石斑，还有爸爸石斑，全家餐，全家餐。多少年？石斑全家餐。所以啊。多少？你放两枚，你放全家餐。好啦。这样吹啊，好吹。这吹拢会使，在你啊，欢喜着。你用这，你算伊哦，伊头啊头收起来，倒伊倒肉啦，吹不较无水，还要吹嘛在啊，嘛是共吹啊，共弄款啊。我这弄款。好。有啊，多谢啊。多谢多谢，好。哎，等，你先去遐，做阿姨先。两块五块。哎，不来，多谢。哦，你这样要是那个太子是素的，这样好吗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的。啊，就办了，四位五百，四家五百。很少哎，你们都不要。你那在开啊？我那晚上每天哎，阿妹讲冻两个都包好。